好嘅天氣梗係對入座率有幫助啦嚇。見到球場嘅觀眾席上面咧係座無虛席嘅，球迷們連埋我哋嚇都係好期待今日呢一場波噶啦。咁但係比賽可唔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期望先？奧脫福球場入面嘅氣氛幾時睇都係咁勁嘅。球正吹雞開波，曼切斯特對曼聯，朗拿度、朗尼過到啦，過到啦，有謝佢啦，朗尼射入，呢球靚啊！過得靚，射得又靚，俾佢入波入啦！我諗冇咩人諗住佢會咁樣踢法嘅，真係犀利啦！自己帶個波，仲要入埋波，對手一啲都掩唔到。曼切斯特先入一球，早入波啊，梗系好 feel 啦！最紧要咧就系要食住呢个机会，开界外球，赖舒福特，赖舒福特起脚射佢，咁都唔使失，真系有运啊吓！哇，呢下警觉性真系好高啊，即刻埋去截住个波落嚟。艾夫拿踢埋上去，呢个直线靓啊，有机会。费特洛迪古斯大脚解围，杰斯、朗尼、上半場結束，頭先係五分鐘就幾刺激啦。目前雖然得一個入波，但係比賽嘅戰程係精彩嘅。我諗佢哋都應該咧幾滿意上半場嘅表現同埋個比數嘅。啊，可唔可以維持住嘅氣勢去到完場？曼切斯特攞住一球嘅領先優勢，翻入去更衣室。好，再次開波。
曼切斯特呢場波不如當零比零咁踢啦。費特洛迪古斯一個長傳啊，上前搶。朗尼咁樣就終止咗個攻勢啦。俾球證捉到罰球啊！差些少你啊，麻煩啦。不過球證暫時啊嚇，未拎張牌出嚟。身形佔優啊，朗尼。朗尼完場的雞聲響起啦！曼切斯特憑住唯一一個入波贏波，無論過程係點啦，總之結果先係最重要，贏就係贏啦，比數係一比零。呢一場係佢職業生涯嘅最後一場波，我哋一定要好掛住佢嘅。全場拍手歡呼，歡送呢一個球員。佢離開咗之後咧，球壇又少咗粒星。